前方蓝色机车正通过十字路口，被回转的资源回收车重重撞上后方驾驶，大声惊呼。哎呦，冲哈紧！ 从另一个角度监视器画面来看，资源回收车从路桥旁引道出来，明显违规左转，还有一部自小客车，当时疑似也想跟着左转，路口急踩刹车，但机车骑士却闪不过，当场撞了上去。 地点就在云林斗南星光路桥下，号志灯上有禁止回转号志，但颜色已经褪色。当时肇事的回收车驾驶说，没看见禁止回转标示才会酿祸，而附近民众说，下坡车速快，车祸意外频传。你讲说好吧，放过来，放下来那边的话，最少说他有要清楚一点，因为在那边的话，人家桥下来都是速度蛮快的。 40岁的机车骑士倒卧斜坡之中，机车被撞得稀烂，送医后不治。警方调查，双方都没有酒驾。除了资源回收车违规回转肇事之外，机车骑士车速快，也可能是肇事原因之一，但责任归属还需要厘清。记者文斌云林报道。